整个展览呢，实际上有一点把20多年的这个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整理和重新的组合。这次的新的作品的灵感实际上是和龙美术馆的现场这个展览的这个空间有关，和它的墙体有关，包括空间的这种宽度，也包括这个空间的这个背景的颜色。不同是尝试了一种新的材料，也尝试了一种新的绘画兼雕刻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包括这个很多的颜色的基层，使得这个刻画的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传统版画的一个概念。华刻的这个深浅，它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色层来。当你整体的看这个作品的时候，结构的部分会非常明显，但是当你凑近作品，你完全被这个闪闪烁烁的点所吸引的时候，你眼睛几乎没有办法停留。整个的这个作品的序列上实际上有5张红颜色和5张绿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序列的对应关系。那么在组织这些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具体的作品的创作的这个图像它会有某种联系，但是呢每一张作品又是具有独立的个性，除了颜色之外，它还有组织方式的不同，还有结构的不同，所以它呈现了相关性，但是呢又突出了某种每张作品的独立性。因为原有的工作室呢，就是没有办法完成非常大的作品，所以临时租了虹桥枢纽这边的大的厂。对于不同时间的这样的工作室，比如说我的曾经的工作室在郊区，然后又搬到城里，现在有时候又从城里搬到郊区，所以这种转换，我觉得也跟整个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新的期待当然有很多，但是我想主线来说还是要寻找新的突破的可能性。